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蹦妈。今天是周六，还有六个孩子吃饭，今儿给孩子们做龙龙肉夹馍。最近有好多粉丝私信我，想学做龙龙肉夹馍。如果是蹦妈的老粉都知道，我之前的视频是有分享过的，当时可把大家馋坏了，收藏都达到了10000多吧。做过的朋友呢，也都说味道很好，不过也有翻车的。为了提高大家的成功率，蹦妈今天的视频中我会把详细的配比分享出来，成功率很高哦。先来和面做荷叶饼，今儿咱们做一个有颜值的南瓜荷叶饼。面粉1000克，南瓜泥150克，水450毫升。因为面粉的品牌不同呢，它的吸水性也是不同的，以上的水量呢仅供大家参考。蹦妈教大家一个快速做发面馒头的小技巧，揉好的面不用等待发酵，直接去上手操作，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一次发酵法。因为面团在整形的时候呢，已经在慢慢的发酵了，等您做好最后一个面团呢，第一次的发酵已经完成了，只需要再醒发上20分钟就可以上锅蒸了，就相当于这一锅馒头呢，您从整形到最后的上锅蒸呢，最多才花了40多分钟时间，真的是非常的节省时间。一次发酵法呢，因为它这个面团是没有经过发酵的，就揉光的时间呢需要长一点。接下来我们整形做一个荷叶饼的造型。我就蒸点馒头就行了，还是你这年轻人有干劲。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做这件事情呢，再麻烦再累，但是你自己呢是享受并且是乐在其中的，就像蒸大馒头和做这个造型馒头都是一样的吃呀，干嘛要费这个功夫？但是我要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，这也是我们向往美好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，你们说对吗？醒好的面团上锅蒸15分钟。咱们今儿的重点来了，赶快拿笔记记。龙龙肉呢，是我们陕西的特色小吃，和粉蒸肉的做法呢，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。做龙龙肉呢，最好选用五花肉，肥瘦相间的。这块肉呢是比较偏肥一点，因为孩子们都不太喜欢吃肥肉，所以我就切成小片，当然呢，你切成大片的更过瘾。加上盐、料酒、葱和姜，先腌制一会儿。以下所有的配料呢为2斤肉的用量，糯米400克，加上八角、桂皮和香叶，开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。炒出您看这个已经能闻到那个糯米的香味儿，而且变黄了就可以盛出来了。倒进料理机打成粉末。我之前用的是九阳的，声音特别大，打开呢就像开那个拖拉机。这个呢是奥克斯的，声音呢相比之前的柔和多了，在我们家的使用率也挺高的。我这个是稍微打的时间有点长了，打的有点太细了，最好打成那种半颗粒的，味道更好。香料水的配料：八角10克，花椒10克，香叶6克，小茴香多来一点20克，再加桂皮8克。把香料倒进开水里，开水100毫升，大概呢就是半碗的量。接下来调味儿：胡椒粉1勺，糖1勺，酱油1勺，甜面酱70克。把调料抓拌均匀后，放上香料水。做粉蒸肉的和我们的龙龙肉夹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，粉蒸肉呢会放一点点的豆瓣酱，但是我们的龙龙肉呢，它用到的是我们陕西特有的青椒辣子面，看着它颜色非常的红亮，但是吃着很香不辣。再加1勺花椒粉，炸个葱油，加上大葱、洋葱和生姜。等油温稍微放凉的时候再泼辣子面，以免泼糊。油的量呢大概是1大勺。最后再把糯米粉倒进去，上次有粉丝呢做过之后呢，说是好像照着我方子做出来有一点点的干，如果您觉得干呢，可以再加上一点点的水，加上10到20克左右。为什么叫龙龙肉呀？就是它要放进小笼里面去蒸，咱们没有小笼呢就放进蒸屉。龙龙肉这样做呢，保准大家都喜欢，你可以上手试一下，我们这儿的小可爱呢也都挺喜欢吃的，差不多呢每个人都吃了2个。水开后计时40分钟。不用着急。
不用着急。多了，你干皮儿，皮儿干了。好那个啥了，你看这块搓着是。不能搓了，就这样揪了。是不是？搞成了啊。嗯，我就没有搓，我都是这样揪。夏天大家胃口都不好，给孩子们做一个开胃爽口的麻酱酸汤面。人少呀，我们自己扯一点面。小姨提前呢把这些面都做好了，我就打个下手。荷叶饼也蒸好了，虽然只用了一次发酵，但是蒸出来的馒头呢，同样的蓬松柔软。看看龙龙肉夹馍香不香，以后有机会啊，欢迎来蹦妈家做客，龙龙肉招待。有愿意来的吗？来个扣个一，蹦妈可全都记着。这样香的馍呢，你能吃几个呢？反正我觉得我随随便便都能吃三个。麻酱汤面的最佳配比，建议大家可以收藏，这个做凉面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一勺蒜末，一勺葱花，一勺熟芝麻，一勺辣椒面。热油泼一下，激发出香味儿。两勺醋，一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再加两勺的芝麻酱。在没下到锅里呢，我扯的时候呢，觉得还是挺有自信的，觉得今天的面呢应该是挺细的，但是下到锅里呢还是有一点点的粗。浇上熬好的大骨汤，夏天还是很适合吃酸汤面的。因为今天的荷叶饼呢，孩子们吃的比较多，基本上都吃了两个，今天的这个酸汤面呀倒没吃多少，每人吃了一碗。啊，你的最爱吗？我再吃两个。你再吃，吃吧，面还没好呢。我吃俩。吃俩。嗯。开心不足。啊，阿姨再来一个馍，还有没？真是。还有呢。哦，馍。阿姨啊，有几个馍呀？啊。有几个馍？两个。两个。来一个。我要一个。辣不辣？辣，非常好。吃完又拿呀，我先站着。辣不辣？